镜头前这位动物界知名网红，非洲草原古惑仔逆欢，他来了。作为古惑仔，他把不服就干的原则贯彻到底。总之，看不惯就来干我，不是我整死在座的各位，就是在座各位被我整死，望你们好自为之。不过今天介绍的平头哥一改往日勇猛无脑的常态，不怕流氓会打架，就怕流氓有文化，若会才艺更可怕。别看会点才艺就想养，养他不是行不行的问题，是你关不关得住。各种奇葩越狱手法他是层出不穷，自助开锁、挖地道、铲子轮胎垫脚翻墙，最后石头你都可翻墙。不关着还不行，他出来的第一件事估计就是把你整死。不过关注我相信你还是可以的，加油，把自己玩死。